河南海泰重工是一家集研发、设计、生产、安装、维护于一体的重型装备制造企业。我公司研制的 MBH 型全液压轮胎式船艇搬运起重机，是广泛应用于游艇会、水上运动训练中心、水上娱乐中心、船舶修造厂、军事基地、港口码头等场所的大型起重运输设备。 MBH 型船艇搬运起重机起重量32吨到1200吨，按用户需求定制。 MBH 型船艇搬运起重机主要由门架、起升机构、吊点调整机构、大车运行机构、大车转向机构、电气控制系统、动力及液压系统、安全防护装置等部分组成。 MBH 的门架采用 C 型结构，可以顺利搬运超过起重机自身高度的船舶。主梁与端梁采用半钢半柔结构，有效释放门架扭转应力。门架采用三维设计，有线源分析，使设计得到充分优化。 MBH 的起升机构主要由液压绞车、钢丝绳、滑轮组、吊装带、固定小车、移动小车等部分组成，多吊点起吊，各吊点可同步升降，也可单独升降，可自动适应不同宽度船艇的起吊要求。 MBH 的吊点平移机构可灵活调整吊点间距，满足不同长度船艇的起吊要求。 MBH 的大车行走机构主要由轮胎、液压马达、减速机、车桥组成，可以适应水泥、沙石、土路等不同路况，具有较强的爬坡能力，行走速度无极可调，运行平稳无冲击。 MBH 的大车转向机构具有双向直行、双向斜行、双向原地回转、双向转向、摆头、摆尾、双向八字转向等多种行走模式，转向灵活多样。 MBH 的电气控制系统采用 CAN 总线技术，多种传感器高精准定位，遥控器、操控室，多种操控方式，操控便捷可靠。MBH 的动力及液压系统主要由发动机组、发电机组、液压站组成，自带动力，全天候作业，最大程度满足用户使用要求。 MBH 具有起载保护、失速保护、失压保护、防打滑、液压锁定及解锁、车身多处紧急停车、安全制动保护、制动器失灵保护、声光报警、发动机异常报警、液压系统异常报警等多重安全保护。